现在来到了眉山市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，在去峨眉山的路上，成都盆地、成都平原上的气候非常的温润、湿润。昨天夜里下过了雨，今天早上有雨，到处都开着三角梅，各种各样的花。这是服务区里的卖食物的地方，手工绿茶面，有面有饭。香辣烤全腿，台湾香肠。看看这个小超市，峨眉山特产。熊猫，花花，到处都有熊猫的。商标的东西，熊猫麻酱糕，呵呵，红糖糍粑，奥利奥，地方特色产品，来看看地方特色产品，有豆腐乳、豆豉牛肉，南味花生，各种肠子，各种泡菜，泡海椒、泡大蒜、泡姜、泡仔姜、泡海椒。然后峨眉山的核桃酥都是熊猫、峨眉山的猴子来做广告、做代言。峨眉糕、峨眉秀，峨眉糕，峨眉山的金饼，普贤菩萨的道场。亲爱的大熊猫，从这里又是别有洞天。这是外面盖碗茶，这一个城市的标志。一个骑在地球上的飞马，有点像马踏飞面。山都是非常非常的绿，这是外面的